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两房。这个物件位在新庄区西胜街。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两房。我们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中国海，在我们新庄当地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建案。屋龄有29年多，物件总楼高有16层楼，地上有16层楼，地下有2层楼，全幢将近有21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17平多，目前报价是88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使用空间非常的宽敞，现场的格局规划为两房两厅一卫，没有阳台。我们的厨房是属于前阳台外推，在这边要先跟你们报告一下，室内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实在，我们的公设只扣了3平多，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17平多。由于目前家属继承，单纯的买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这个物件室内高度有2.6米，宽度有8米，对不起，宽度有6米，长度有8米，使用空间非常的宽敞，格局也非常的方正，两个房间都有对外窗，两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还有多余的走路空间。再来要先特别为你们报告一下，由于我们现场没有阳台，所以我们的晒衣间只有这一点点小小的空间，在这边要先跟你们报告一下。目前为你们参观的是我们第二个房间，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格局也非常的方正，室内的采光非常的明亮。现场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没有阳台，因为阳台外推改成厨房，这一点要特别跟你们告知一下。现场的屋况保持非常的好，因为这个都是屋主自住，所以屋况保持得非常的漂亮。由于目前家属换屋，单纯的买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我们这个物件周遭的环境生活机能非常的完整，生活采买也非常的便利。我们旁边有西胜公园，走路的距离不到100公尺，
距离我们这边最近的小学光华国小走路的距离大约是350公尺，距离我们这边还有民安国小走路的距离是450公尺。我们附近离我们最近的捷运站就是丹凤站，距离大约是1.5公里，骑摩托车的距离大约是6分钟。旁边还有回龙站，距离大约是1.9公里，骑摩托车的距离大约是7分钟。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告知，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手脚一定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很多人都会问我，像这种没有阳台，洗衣机要放哪里？我们洗衣机是放在卫浴里面，也就是你们目前看到的卫浴。由于我们这个是两房格局，所以室内的使用空间算是极大化。阳台外推改成厨房，所以我们牺牲了我们晒衣服的空间，还有我们室外的阳台的空间。像这个角落就是我们放洗衣机的地方，你看这边有水龙头，所以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像这种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不管是你们是小家庭、小情侣，或者是独居的老人家，或者是外派人士，像这种物件坪数不算大，但是它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实在，非常适合首购族。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厨房，这边是我们阳台外推的部分，在这边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的客厅采光非常的棒，室内的空间也非常的实在。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开放式的厨房，连贯我们的客厅。如果你们大家不排斥，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实际的参观做比较。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厨房的使用空间，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扎实，动线规划也非常的漂亮，完全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室内空间。再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客厅，这边是我们的客厅，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方正，但唯一的缺点，因为我们是跟厨房连贯在一起，所以会有油烟的问题。在这边要再一次为你们强调一点，每个物件现场的格局绝对不一样，现场的装潢程度也完全不同，取决于个人的喜好还有现场的条件。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低公设的物件，像这种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
我们这个屋况保持得非常的漂亮，因为是屋主自住，目前单纯的换屋，单纯的买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这个物件周遭的环境非常的棒，生活机能非常的完整。我们旁边有西胜公园，走路的距离大约是100公尺，旁边也有光华国小，走路的距离大约是350公尺，旁边还有民安国小，走路的距离大约是450公尺，距离我们最近的捷运站就是丹凤站，骑摩托车的距离大约是6分钟，走路的距离大约是1.5公里，室内的高度有2.6米，宽度有6米，长度有8米，实际的使用空间建议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如果有喜欢，动作一定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
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两房。这个物件位在新庄区西圣街，社区名称叫做中国海，是新庄当地非常知名的低公社的物件。我们屋龄有29年多，物件总楼高有16层楼，地上有16层楼，地下有2层楼，全幢将近有21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17平多。我们的公设只扣了3平多，目前报价是88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总价非常的便宜，现场的格局规划为2房2厅1卫，没有阳台。由于我们现场的厨房是阳台外推所增建的，所以我们牺牲了阳台，多了一个非常大的厨房，在这边要先跟你们报告一下。目前因为家属继承，单纯的换屋，单纯的买卖。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完整，而且非常的成熟，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我们周遭有许多知名的四大超商，还有许多美食打卡店家，生活采买真的是一级棒。附近的学区非常的多，有光华国小，走路的距离不到350公尺；民安国小，走路的距离不到450公尺。附近也有捷运站，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丹凤站，走路的距离大约是1.5公里，骑摩托车的时间大约是6分钟。附近还有回龙站，左路的距离大约是1.9公里，附近还有我们的西圣公园，左路不到100公尺，生活机能确实非常的漂亮。社区有24小时警卫室管理，还有专人为你倒垃圾的服务。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室内的使用空间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们本身是单身贵族、小家庭、小情侣，或者是外派人士，像这个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方便，也麻烦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周遭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